牌。欢迎收看亚洲棋王，我是曾英杰。台北股市现货以及九月期指今天呢同步开低走高，中场涨跌互见，现货跌了4点，将近5点。九月期指部分呢涨了19点。在今天的行情里面啦，亲爱的投资朋友，我相信呢一定让那些呢手上抱有空单，特别是空在7700、7800的投资朋友呢又再度失望了一天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整个九月期指呢，它虽然开低，但是中场它再继续涨19点，不但呢没有让你解套，没有让你的空单解套，甚至于雪上加霜呢，再继续涨19点，你再继续被嘎19点。而今天的整个九月期指，它已经连六涨了。今天啊，看看我们的操作，让你了解什么叫做专业。坦白讲，不是不能做空啊，但是做空有做空的条件跟方法，必须要怎么做啊？原因是为什么？我在今天呢会一并的清楚的告诉你。而各位在侧标另外一头看到，目前我手头上，我每天在讲的，我们手头上是不是5笔多单？今天呢继续在涨，已经涨到多少点了？我想如果你眼睛呢不要咧近视太深的话，都可以看得很清楚，已经超过1100点。那这到底怎么回事呢？我们会透过今天整个专业操作来为各位做分析。而且今天的专业操作里面有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观念，想要跟投资朋友做分享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，今天整个指数连六涨，最低8005，10点41分，最高收盘之前8074，整个是开低走高，很明显的连六涨，多头格局呢整个没有改变。而在今天的操作里面，我们是如何带单的，请你继续来看一下。我说真金不怕火炼啊，每一天我都会公开的来告诉你我怎么做单的。来，昨天9月3号连五涨，在昨天我就公开的告诉你了，昨天已经5日千点行情了，我还是一样坚持继续报。那为什么要继续报？因为波段指标整个都站在多方，所以我就跟随着我们这一套先人指路的波段指标继续来报多单。那昨天呢5口多单，1、2、3、4、5，这5笔多单呢昨天已经涨超过1000点了。今天开低走高，我们待会再一起来算总账。而在今天的行情里面哦，我们再说明一下本波的行情，我做多的证据，这5笔多单的证据怎么来的，到底有没有叫家族成员去做，有没有叫家族成员去做这些证据啊？麻烦你哦，我不放 VC 啊，因为那很浪费时间。你自己去看一下亚洲一投顾我的节目，8月28号、8月29号、8月30号这3天啊，我们建立了这5笔多单。去收看我的节目，我说真的东西假不了。而在今天的行情里面，开低走高，我是怎么带单的？直接来看一下哦。每一天一开盘啊，我一定会告诉我家族成员这些波段多单该怎么做。每一天我都会这样操作。8点19分，今天开盘前。5笔波段多单，哪5笔？1、2、3、4、5，分别是7730、7812、7846、7894、7906，各一口多单。今天完全不动如山，因为我说了，每一天开盘前我都会交代，只要今天触及或跌破成本价才出场，没有来到成本价就是续报。那我还请我们家族成员准备另外一个账户来操作期指空单。这是在开盘前我就交代家族成员所做的事情。那今天行情里面，这5笔多单完全没有任何一笔打到成本价，连这个7906呢根本就没有看到成本价，因为今天最低就叫8005啊，就叫8005，根本没有触及到成本价，所以今天完全不动如山。那为什么不动如山？拉近一点，这是我的波段指标，它叫7806，整个拉远。虽然今天开低啊，你看到它有翻空吗？完全没有翻空啊，7816多单今天完全不动如山啊，所以我这5笔多单的依据啊，哦，不动如山的依据啊，就是这个波段指标，它叫嘞7816翻多。所以我今天这5笔多单，我们大家在一起来算总账。那在今天呢，我们是不是在开盘前，我们就请家族成员准备另外一个账户来做期指空单？我们今天就做了一趟短空单，
好、哦，那为什么只能做短空单？我也会解释给各位听。来，今天在8:55，我告诉我们家族成员，因为今天早上呢，我们的五分钟指标呢率先翻空，它开低，五分钟指标呢率先翻空，所以我们告诉家族成员，棋子用另外一个账户，用另外一个账户，波段多单不要动，但是用另外一个账户在8022附近直接试价做空，停损设35点，五笔多段多单请续报，五笔波段多单请续报，这早盘呢做空，8022空至少两口，我想这你也知道，不需要对价对时，绝对可以穿价成交，短线操作它还是可以小胜出场。那我待会会告诉各位为什么只能做短线哈，来，短线操作怎么样小胜出场？你来看一下、哦，这个毫无疑问，这一定穿价成交8:55嘛，哈，做空嘛，9:09啊。我就告诉我们的家族成员，这个8022的空单呢，只操作短线，获利15点回补，获利15点就可以回补，获利15点就可以回补。那获利15点是几点？8007嘛，这绝对两口单可以小跌30点，哦，小跌30点。为什么？因为10:41出现今天的最低，它叫8005。那我刚刚说了、啊，为什么这一笔单呢？你只能做短。原因很简单，再看一下我的波段指标，整个波段行情呢，波段指标它依然呢整个拉远，持续的站在多方，它没有说因为行情的震荡，它就整个翻空。如果今天整个行情呢，我们波段指标翻空的话，那么这个呢，空单呢就必须要怎样去做一个波段加当冲。但是既然波段指标没有翻空的情况之下，我想全体会员你都可以看到哦，我们的系统这一套系统30分钟波段指标，所以空单不是不能做，但是你只能呢做短空，小跌30点出场，10:41出现8005，哦，所以我说啊，亲爱的投资朋友，为什么我每天在节目上告诉你我要用双账户来操作，而且一个账户固定做多，另外一个账户呢固定来做空，这个原因很简单，你看到我今天的一个操作，你会发现哦。我们的空单如果做短线的话，一口单是不是可以小跌15点回补掉出场，两口单是不是可以总共回补30点出场？那原因是为什么？你看哦，你仔细来看哦，为什么我一直提倡双账户，双账户操作的原因，你仔细来看，我们是不是做了5笔多波段多单？如果你只有一个账户的话，你今天又想做空，你势必你的波段单呢会被轻易的洗出场。但是如果你准备两个账户，按照我的方法，你波段单你就不动，就不会被轻易的洗出场，这就是双账户操作的原因，这第一个最重要。我想在这波行情里面呢，我相信很多投资朋友，你不会说全部清一色都做错，一定也有人买在7700、7800嘛。但是为什么你不能报到今天？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现在已经8000多点了，为什么你做对了，也看到这一波的大涨的大多头行情，可是你却呢没有办法报到今天？因为你就用一个账户在操作，当短线上在震荡的时候，你可能就被拐进去做空了，对不对？当你要拐进去做空的时候，你的多单是不是一定要出场，一定要平仓嘛？因为你只有一个账户嘛，你平仓掉之后，你才有办法去做空嘛。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总是看得到大行情而赚不到大行情？因为你没有我的方法啊，我的方法它就叫双账户啊。那双账户你现在发现为什么我要用心良苦的带两个账户了吧？第一个波段单你不会被轻易洗出场，第二个像今天盘在震荡的时候，你可以用另外一个账户，你可以去操作短空单嘛。可以去抢短空嘛？那为什么只能抢短空？很简单啊，因为30分钟波段指标你可以看得很清楚。好、哦，你有这套系统的会员，你去看一下，完全没有受到震荡的影响，它继续站在多方。所以另外一个账户你在做空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只能抢短空？那当然了、啊，我们现在手头上除了5笔多单之外，我今天还做了一件事情，也是呢胜利出场，而且呢这个是最近我比较少在做的，它叫周选择权。你来看一下，9:29，我请我们家族成员啊。告诉我们家族成员，波段指标你看都还在多方，波段指标都还在多方，九月第一周的选择权就是今天结算掉的，九月第一周的选择权今天结算的哦，是今天结算的一个商品哦，8000点的买权呢，我请家族成员在53点附近试价买进，请看一下时间是9:29，周选择权8000的买权，今天53点进场，9:29的call讯，这九月第一周8000的买权，各位可以看到10分钟之后穿价成交，10分钟之后穿价成交，我们请会员买在哪里？53点。哦，就算你在这个地方你没有去成交，各位你可以看到今天最低价它叫多少？细仔一点，11点多都还有41点这个价格，怎么会买不到？100%买得到，爱买几口就几口。好，那今天我怎么带出了这个选择权？你仔细来看，
选择权8000的买权啊。哦，这个我现在99才做一次，一出手嘞，便知有没有。周选择权8000的买权会按照今天的现货价格来结算，我们进场的53点的部位全部拼结算，全部拼结算。那各位你可以去问看一下期交所公告出来结算价，它叫8082，也就是说8000点的买权呢，它结算呢是82点，哦，是82点，不是81点，是82点，它叫82点。那我们是不是在请交所成员在53点进？今天结算是不是82点？全部结算掉，是不是大涨了54%？是不是很接近8根涨停板？波段多单我也会做，选择权我也会做，强短空我也会做。有谁比我还值得你信赖？那波段多单到现在累积已经到了几点的价差，你知道吗？已经涨几点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继续来看波段多单为什么不能动，这有我的用意在，我不希望行情在震荡。像这开低呢，你好不容易建立的波段多单，如果今天被洗掉，是不是很可惜？所以我为什么说要两个账户？也许你曾经在7700、7800你也做多过啊，你问问你自己嘛，为什么这波行情你看得到赚不到？因为你用个账户，再来你没有一个明确的依据。像我有没有明确依据？有啊，他这一路以来为什么我持续报多单？因为仙人指路他一直没改变方向，持续站在多方啊，所以我为什么敢留5笔多单？而你的多单为什么被轻易洗出场？第一个，因为你没有他告诉你方向，再来你不懂得用双账户，所以行情稍微震荡一下的时候，你的多单呢就怕得要命就出场了。结果呢，看到现在有300-400点的空间，气得要死。所以这个方法，如果呢你没有像我们这样有这种专业的一个技术的话，你而后呢遇到这种波段行情，你还是看得到吃不到。我刚画波景，如果你还在这边坚持用一个账户操作的话，那今天11:59，你看哦，今天不再动作，30分钟波段指标还是站在多方，5笔波段多单流仓续报，续报流仓，5笔多单流仓续报，续报流仓。那今天收盘价多少？8071嘛，棋子已经连续涨了6天，这6天以来我们简直是一口气呀、啊，一气呵成咬到底呀、啊。7730是不是多单一口？7812是不是多单一口？7846、7894、7906，来，我们一笔一笔来看，今天全部。就是收在8071，麻烦你拿出计算机来算一下，看看我有没有写错数字。今天8071，哦，减掉7730的多单收8071，涨了341点，麻烦你打在计算机上。7812多单涨259点，麻烦你把341加上259。7846多单收8071，麻烦你再加上225。7894多单收8071，麻烦你再加上177。7906多单收8071，麻烦你再加上165。把这些全部的数字把它加上去，它叫几点？1167点。这波行情涨到现在，这个数字你在别的地方看得到吗？这样涨的点数，大涨的点数，你在别的节目可以看得到吗？你看得到吗？我有没有被洗出场？没有啊。为什么没有被洗出场？因为波段指标今天一整天都站在多方。那你说我今天有没有带着做空？有啊，但是我说了，今天空单你只能做短线。做短线的原因就是因为波段指标呢站在多方，我也发call讯告诉家族成员。那今天选择权有这么样的一个机会，如果不够专业的人，他怎么能够带领你来掌握到这些空间？大涨54%，将近8根涨停板。波段我也会做，短线当冲我也会做，选择权我也会做，我所讲的都是实际的操作，不是在那边看图说故事，在那边解盘了、啊、哦，盘继续涨哦，那有什么用？我要讲的是重视的是怎样实际的一个操作、啊、就是执行啊，真正做到啊，那才有用啊。各位，
指数大涨1167点，你可以去追踪我过去的节目，我有没有每天带着家族成员做这些证据？哦，当然遵循主管机关规定，在这边特别声明，亚洲期望节目内容完全分析指数涨跌点数，并非论述绩效点数，法令规范我们分析专业操作，绝非保证确可获利，因为金融市场风险报酬共存，过去绩效不代表未来绩效。投资朋友，这波行情啊，空单赔很多的啊，我为什么能帮你？因为我跟你不一样的地方在于，第一个，我绝对不会赌运气，我说的部位一定会散射停损，绝对不会凹单，不会像你一样凹单赔大钱。哦，那做对方向的时候，就像这一波行情，我们一路的往上做多，7730做多，7812做多，7846做多，7894做多，7906做多，涨上去一路做多，没有摸头部。做对方向，我敢加码扩大价差，这观念正确啊！什么叫观念正确？就是顺势操作，你自然呢就能大赚小赔。而很多投资朋友就是因为不懂得反手，想想看，当初你在7700、7800去做空的投资朋友，为什么会爆到今天赔那么多钱？因为你没有我这个观念，它叫反手。而反手这个观念价值多少？到今天呢、啊，1167点，你说我们做错过？有啊，我当时哎，8月28号、哦。我简直空在地下室啊，7714空单停损啊，然后接着在7730我就反手做多了、啊，做错方向我会反手，哦，证据在这边，反手做多，你看，在哪里反手做多？7730，所以做错方向，我懂得反手，你不懂得反手，只会凹单，你当然会赔大钱。所以为什么我可以帮助你？这四个字，散射停损，绝不凹单。那呢，做对的时候，我敢加码扩大价差。所以我刚刚说了反手这个观念啊，各位，到底价值多少？到底价值多少？到今天的啦，1167点，谁拿出这样成绩？你摸着你的良心，再看看我的节目，我有没有带这些动作？那各位。这两天我想你在我的中场休息的时候都看到一个重要的资讯，那我要告诉你，真的手上空单受伤惨重的，今天最后一天了，手上空单受伤惨重，今天最后一天，因为太多人有这样的问题，也快要额满了，麻烦你留意一下中场的休息资讯，最后一天就是最后一天，我们休息一下。民国55年，全台国小每班约52个学生，当时约20个年轻人抚养一个老人。民国101年，全台国小平均一班约25人。预计民国111年，约4个年轻人需抚养一个老人。随着社会的变迁，少子女化与高龄化已影响年金制度发展。谈及下一代，请支持年金制度改革。台指期9月迎中秋，曾老师9月精英班全面启动，短线冲冲冲，长线快速冲。9月精英班单月会员，曾老师加送软体，只有36个名额，费用最省额满为止，请速拨02-2578-37772578-3777。亚洲投顾，您财富的管理专家，咨询电话02-2578-37772578-3777。爱之味快乐健康奶，改善肠道健康，降低坏胆固醇，解除肠道危机，远离疾病。爱之味快乐健康奶，桃田永思思，美国进口原料，最新 PEACE 认证通过，会退休，会记听，思思解痛加强定。曾老师说，期货是现货新型指标，掌握多空方向，才能战胜市场。我们拥有一套快、狠、准操盘系统，帮助投资人快速累积财富，快多空立判，机不可失；狠顺势加码，推升获益；准平抑停损，确保不失。想要战胜期货，选最好的曾老师，请速拨打02-2578-377702-2578-3777。桃田永思思，美国进口原料，最新 PEACE 认证通过，会退休。哎，今天啊，丝丝解痛加强定。
台指期九月迎中秋，曾老师九月精英班全面启动，短线冲冲冲，长线快速冲。九月精英班单月会员，曾老师加送软体，只有36个名额，费用最省，额满为止，请速拨02-2578-37772578-3777。亚洲投顾，您财富的管理专家，咨询电话02-2578-37772578-3777。566洗发乳，添加女王蜂乳，让秀发像女王般乌亮柔顺。566洗发乳，566。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。欢迎回到节目现场。那么指数呢，到了今天已经呢连六涨了。今天呢有一些可爱的家族成员啊，当然手上也是乖乖的报了多单。可是他问曾老师一件事情：老师啊，因为连续起六天啊呢，啊咱起啊多啊，干嘛又起哩？我说当然不要预设立场哦。甚至有更可爱的家族成员问我说：老师，这个盘到底会涨到什么时候？会涨到几点？哦、我说亲爱的家族成员啊，问问题要有深度啊，你不要问那个只有神明知道答案的问题啊。涨到几点我们何必管它，我们就是安心的续报就好了嘛。你管它涨到几点，目前是不是涨了1167点？那到底要报到什么时候？我告诉你，报到什么时候，这个是波段指标，整个拉远我会报到波段指标翻空为止，它、啊、没翻空我就继续报，后面搞不好更大一段呢、欸，你不要以为现在这样就很多了。如果这个格局啊、趋势啊没有改变的话，后面2000、3000那都是有可能的。你不要怀疑，你不要怀疑，趋势的力量就是最大。好，那为什么这一波行情到今天啊，你可以看到我们做的五笔多单可以大涨1167点，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？因为我说了，拥有一套好武器，你想要不抢都很困难了、啊。为什么我这么笃定的做多流畅？为什么？他告诉我方向了吗？仙人指路实战系统嘛，拥有一套好武器，你想不抢都很困难嘛。怎么样叫抢？这样还不够抢吗？那谁比我还强？你去找找看。敢做五笔留到今天的，从8月28号到今天。那再看一下我们系统的用户的一个操作，今天9月4号连六涨哦。从8月29号开始，我们的这一套系统的波段指标，各位可以看到，这边叫7816。我想你每天在看，我每天在讲，总共几天？整个拉远，1、2、3、4。昨天啊，我说先平一口，已经涨了236点，一口续爆。到昨天它是共涨472点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哦。刚刚各位看到，今天整个波段指标它还是一样，完全没有变。那今天呢，继续再涨。收在8071，大涨255点，续报。我说了，你已经有一口入袋了，你另外一口，你就可以报得很安心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没出现翻空讯号之前，而且距离拉大了255点，根本一点都不需要害怕，就是续报，不用担心赚太多。他这边有很奇怪的一件事情，从来呢，哎，输钱的时候都不怕，像你这么空单输啊，这样输300-400点都没怕。啊，赢钱的时阵，赢一个20点、30点。就跑得比奥运选手还要快，我惊个咩事？那如果把这观念转换过来，就像现在我叫你报，是不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跟你的想法完全相反？赚的时候稳稳的给他抱住，一口咬到底；亏损的时候就散射停损。那如果你用这个观念来操作这一波行情，你会不会空在7700、7800，到现在还在那边死抱活抱，赔那么多，很痛苦？就不会了嘛。再看一下哦，这个是我们的5分钟加码指标，8月28号翻多3笔，这讲到烂了，哦，证据你也看过了。到第一天的时候，隔天它马上大涨，透过加码，我说三口单你要先平一半，你另外一半要学着报赚钱，要学着报三口单续报。一天第一天三口单涨363点，你当时可能会觉得哦，300几点足多啊呢？那事实上是这样吗？
到今天啊，它还出现卖出讯号来拉近一点，早盘我们是不是去抢短空？8028嘛。好，你仔细看哦，这三笔单，如果你觉得300多点已经够多的话，那么你没有去续报的话，到今天呢，你就少了这哦400多点的一个空间。这三笔多单呢，到今天这边再拉近一点，到今天才正式出现翻空讯号，它叫8028。在8028今天是绝对出得掉，没问题嘛？那前面是不是363你先放到口袋？后面这一段是不是等指标翻空你才跟着去平仓？是不是1122点，又是1100点，六口单，共计大涨1112点？那说老师啊，那你这边翻空来拉近一点，啊不就被嘎？各位，你看一下到收盘的时候，它又出现翻多讯号啊，这就是五分钟指标啊，它比较容易会受到行情震荡的影响。8026就翻多，8041再加码做多，8066再加码做多，再度重新进场。今天再翻多，哦，不要说马后炮，8026、8041、8066，今天再翻多，又翻多了3笔。出场之后，1122点，今天再度进场，好，哦，这个看一下就好。所以在这波行情，我说了，今天绝对是最后一天，空单受伤惨重的即将额满，请你好好留意一下中场休息资讯，再看看我们的操作，想想看谁才值得你跟。我们明天见，谢谢各位。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免插电不浪费水，除氯抑菌，凯撒 Is Water 抑菌输饮机，凯撒卫浴。台指期九月迎中秋，曾老师九月精英班全面启动，短线冲冲冲，长线快速冲。九月精英班单月会员，曾老师加送软体，只有36个名额，费用最省额满为止，请速拨02-2578-3777，2578-3777。亚洲投顾您财富的管理专家，咨询电话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。撒啦撒啦，上一个啦，撒啦撒啦，上来啦，想想让你无法招架，撒啦撒啦，撒啦撒啦，上来啦，暖暖泡香偷亲一下，撒啦撒啦，撒啦撒啦，上来啦，情不自禁爱上他，撒啦撒啦，沐浴乳。曾老师说，期货是现货新型指标，掌握多空方向才能战胜市场。我们拥有一套快、狠、准操盘系统，帮助投资人快速累积财富，快多空立判机不可失，狠顺势加码推升获益，准停利停损确保不失。想要战胜期货，选最好的曾老师，请速拨打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。喝566约会吧，年轻漂亮。566染发霜不止没有化学成分 PPD， 更添加天然植物精华。我头发乌金，美哒哒，美笑笑，主人个笑脸，不止漂亮，更加开心。566约会吧，开心漂亮。台指期九月迎中秋，曾老师九月精英班全面启动，短线冲。